时候很喜欢看你直播。啥？彭越和阿冷在一起了？再传下，再传下去要传成什么了？传下去，彭越是阿冷榜一。我的青春也不是没伤痕，是明白爱是新娘的眼神。什么特征人缘还是眼神，也不会预知爱不爱的可能。保持单身忍不住又沉沦，兜着圈子来去又是苦等。人的一生感情是旋转门，转到了最后真心的就不分。有过竞争，有过牺牲，被爱筛选过程，学会认真，学会忠诚，试着才能生存。懂得永恒得要我们进化成更好的人。的青春有时还蛮单纯，相信幸福取决于爱的深。读进化论我赞成达尔文，没实力的就有淘汰的可能。我的替身也换过多少轮，记忆在旧情人心中变了。我的一生有几道旋转门，转到了最后只剩你我没分。有过竞争，有过牺牲，被爱筛选过程，学会认真，学会忠诚，试着才能生存。懂得永恒得要我们进化成更好的人。有过竞争，有过牺牲，被爱筛选过程，学会认真，学会忠诚，试着才能生存。懂得永恒得要我们进化成更好的人。懂得永恒得要我们进化成更好的人。没想到今天这个还只是一个半成品。我也想问，那我们直接在 2.3.0 更新不就可以了？进化成可以唱纸月的了，唱纸月就算了，我只要进化成可以唱人间不值得就行。